大家好，今天呢，这一集应该是我们的第15天吧，时间都有点忘记。好嘞，欢迎来到沧海30天10计划的第15天那也是我们的第21集，记错来纠正一下。那我们这一集呢，一样是要来炼金术哦。好，那因为看到这一次过年，如我预期的一样啊。哦，这次过年有这个9+6，因为大活动都会大的节日都会有9+6。虽然说比较可惜一点是，他没有开8+5，他最多只有开到7+4嘛，然后就跳9+6。我有一些卡没办法升上去，比较可惜一点，比较尴尬一点。不过也因为有赶上的计划，所以说就有到7+4的活动，所以说我们也要来练一些卡，把一些卡可以练到就是6+3、7+4准备好。这样才比较有机会可以达标。那在要让这个目标达标之前呢，我们一样要来炼金术，好不好？赚一点钱。毕竟现在只有2亿，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够。因为3+2还是会爆，OK 吗？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继续来炼金术。该怎么来炼金呢？一样是开卡包，然后卖卡。那这一集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今天就是有一张。这个训练的大卡快要训练完了，比较贵一张卡，那就是我们的宋家豪。宋家豪那目前是+3嘛。那沧海在之前影片有讲说，就是+4是最好卖的嘛。CP 值不一定是，CP 值其实不低，应该说蛮高的啦。就是当然你说+5、+6、+7，当然越来越贵嘛，但是嘞是最好卖的，好吧，比+5更好卖。如果我要比 CP 值的话，可能+5会高一点点，但是呢，+4是最好卖的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练到+4，差6天嘛，我们把它练到+4，我们直接灌药水。那这些药水呢，并不是氪金来的，而是我都要先声明一下，而是长期累积下来的，好不好？长期累积下来的。那等下会让大家看一下我还要累积哪些药水，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，我不是氪金来的，真的不是氪金来的。好，那。我们把它灌完之后，27亿，直接卖，应该不会太难卖啊。我们直接来卖哦。在，我应该是要把它摆上阵容吗？没有啊，看一下，有了，看到看到，+4，那我们你看市面上。+1的蛮多的嘛，+2没有，+3没有，+4，我其实连+5、+6、+7都没有，那我可以拼个+5啊，好像可以耶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4+1的券，2个，我们保险还是卖+4好了啦，没关系，反正。看一下，+4、+5、+548亿2倍，好像是可以到+5好，没关系，我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，因为这次有4+1嘛，不过现在钱不够，这个8可慢。看一下有没有钱，先领一下。那我把这些卡都领掉。好，那我们决定拼这个，好不好？决定拼这个4+1，直接用保证强化，因为看起来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拼看看，4.19是最便宜。先试最爱。OK，来来来。好，把它卖掉。
变加五就不一定好卖了，但是绝对四加一，哦，加四绝对是好卖的，绝对是好卖。好，那我们把它，我们把味增剂看一下，我们把现在有一只章鱼城、鲷鱼城。好，我们来定鲷鱼城好了。OK， 然后我们这个林玉明，我把它拼一下。这样就可以直接拿去卖。再来来点曹佑宁吗？看一下，这一张张玉成想要练，可是他没办法卖，比较尴尬一点。我想一下哦，是好了，这张先放。我们练曹佑宁。林玉敏的话，看加五就两张，加六加七，就是整个比变贵很多，所以加四是最好卖。你看加四都没有半张卡，加四是最好卖的。好，那我们卖卡就是等之后卖掉之后再来削一笔，好不好？现在一亿多。好，那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的药水，就是每天。工会任务解一解的药水，累积起来是有，哦，除了刚才看到的，还有131应该没开，哦，所以药水还蛮多的。然后就是训练的训练箱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炼金术，我们一样把它开一开。这个在实验也可以赚一些那种。比较贵的卡，卖一点钱。好，以及我们这个美金赛就先不开，好吧，先开这样，然后经典。然后经典完，我们就可以。把卡放上去啦。这张灵芝色我好像没有吧？对，好像没有。然后，李宗贤，高剑森。王威成，我有需要。陈俊秀好像没有，应该吧？有点忘记。这个、再摆一张，剩下的就之后慢慢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就是一样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没有开。刚刚好结束，没关系，那就是提供这个方式啊，加四哦，我觉得应该是会蛮好卖的吧，可能明天就卖掉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会比较好卖啦。哦，比起那个，就是你把它强化高一点上去，来的好卖很多，好卖许多。那我们下一集就是拿到钱之后，我们下一集就是要来拍这个，也是买卡，然后强化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看看我们战力在这个过年之后能不能提升上去哦。好，如果没办法提升到110的话，代表应该会有点难达标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是期待一下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感谢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